恭喜發財，吆喝祝大家恭喜發財。新年除了讲一些祝贺说话之外，就梗系食下一啲贺年糕点噶啦。今天就教大家整一个简易版的萝卜糕，即刻看下咩材料先。切好晒啲材料之后，就可以落锅炒一炒啦。好足料啊！如果煎香埋佢嘅话咧，我会做更加好味啦。今个新年大家都试下。